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红岩上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。一曲咏叹革命者凌霜傲雪、慷慨就义的《红梅赞》，让江姐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人们以多种艺术形式来纪念这位为国捐躯的伟大女性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《烈火中永生》就是这样一部走心的电影，而这部作品制作时间之长，云集电影精英的数量之多，在它上映的20世纪60年代实属罕见。毫无疑问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成功的基石来自于感人肺腑的原著小说《红岩》。小说的作者罗广斌、杨逸言和刘德斌，正是当年经历了重庆解放前那场残虐的屠杀而幸存下来的革命志士。1961年，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这部轰动一时的作品。不久，导演水华就读到了这部小说，决定将它改编成电影。他联手老搭档夏衍，历时2年的筹备打磨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终于开机。1965年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一经上映，立刻风靡全国。影片讲述了1948年重庆解放前夕，在国民党的疯狂镇压下，共产党员江姐和地下党组织领导人许云峰不屈斗争的故事，表现出当时艰难的地下革命斗争和严酷的狱中斗争的情景，以及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献身精神。不说再定，10个指头都定上。定吧，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。影片华蓥山区党委书记华子良装疯15年，还有充满神奇色彩的双枪老太婆，天真可爱、富有正义感的老政治犯小萝卜头等，在以较大篇幅表现监狱这个特殊战场斗争的同时，穿插解放战争升级、大学生游行示威，以及解放军强渡长江等场面，使得本来单调的侦破与反侦破、刑讯与反刑讯的冲突，充满了跌宕起伏。无论是江姐身上的坚强不屈和女性温和细腻形象的反差，还是许云峰内在的英雄气概和平易近人的亲切感，甚至配角都一个个大放异彩。影片中的众多角色在观众心目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片中很多场戏更是将整部电影的节奏一步步地推向了高潮。影片结尾，重庆解放前夕，监狱里江姐带着女狱友们绣红旗的戏份，更是成为了电影史上永恒的经典一幕。相对于小说中江姐绣红旗的描写，导演在电影版中做了非常自然的取舍。为了避免绣红旗这样冗长的镜头，片中并没有出现江姐绣红旗的画面，而是先用石块画上五星，大家用脸贴近红旗，去感受新中国成立的喜悦。演员们细腻准确、朴实感人的表演，使这个段落成为了全片中最为动人的情节。影片还采用了平行蒙太奇的手法，一面反映全国各地解放战争的战果，各大战场频频传来捷报，一面是狱中的斗争不断，绝食、举行烈士追悼会，甚至进行联欢会等等。这种平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，既删去了不必要的过程，又产生了对比、呼应、渲染气氛的艺术效果。这一切使得这部红色电影在当时有一种大片的感觉。半个世纪以来，电影《烈火中永生》所释放出来的激情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。江姐、许云峰等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，永远地镌刻在人们的心中，永不磨灭。
这些曾经为共和国的诞生做出过英勇斗争、为解放民族事业而牺牲的革命先烈们，他们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不移的信念，震撼了观众的心灵。即使在60年后的今天，影片的魅力依然不减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，再见。它是一部世界上印制拷贝数量最多的黑白影片，至今已有28亿观众看过。它曾被国家领导人当作礼物送给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家。然而，这样一部精彩的影片，起初是当作一部军事教学片来创作的。敬请欣赏《文化大百科》，不褪色的胶片记忆系列之《地道战》。